我可以方便问一下吗？你是要拿这笔金额要做什么？其实我自己不要，然后给别人。转给别人。一六这样。是谁的？我方便问吗？我爸爸跟姐姐。哦。爸爸那时候的住院费啊，还是什么，我一时没办法对不起，所以就是错了。毕竟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毕竟总是要赶快还，所以保险金下了，我就赶快还。让他心情平复一下啊。我可以方便问一下吗？你是要拿这笔金额要做什么？其实我自己不要，然后给别人。转给别人。医疗费啊。是谁的？我方便问吗？我爸爸跟姐姐。哦，啊，我不好意思冒昧，就我问一下，你跟你的。有没有要打扰你的意思啊？就是你跟你的有没有跟其他网友或者什么做联络？都没有。爸爸那时候的住院费啊，还是什么，我一时没办法对不起，所以就是错了。毕竟啊，不好意思，毕竟总是要赶快还，所以保险金下了，我就赶快还这样。啊，那是保险金的部分。不是保险金。哦，所以他们会再过来给你拿去。啊，家里有其他长辈，现在我一个人，一个，然后今天下午会过来，会来跟你领钱，算是你，就是因为我今天休息，算是给家人的医药费用，然后跟哥哥借，哥哥是理赔金的要求，因为现在就剩我兄弟两个人，所以我们有讲好，就是说，啊，那个保险金是医药诶开刀的保险金。寿险啊，医疗费那些，对，在世的时候，爸爸在世的时候，姐姐、爸爸的部分，那些保险的赔钱，就是很好，因为我们算很怕，因为之前很多案例就是说，对，就把你们讲一讲哄骗了，对，然后回来之后，然后可以大笔金的，就人家约来家里面交，直接送出去，这样就一去不回的，对，那个出去就拿不回来了，我知道，谢谢你们，对，我们就是求谨慎。然后不好意思，勾起你的伤心处。